It's a perfect day to say I'm glad that I'm alive. 我是思思，你来干什么呢？我来度假。哦，前面那个是潘台吗？潘台。潘台。好巧啊，潘台就在这里遇见你了。现在我们去看夕阳，可能夕阳已经不见了。杨老师，夕阳呢？老师，你去干嘛？一会儿。难得的假期，杨老师都准备干些什么呢？睡觉。那有能不能期待一下杨老师的泳池照呢？看我待会儿穿的泳衣性不性感吧。接下来你有要想干些什么呢？接下来其实我不太想去海边坐吧，感受一下。能在海边吹着海风，喝点小酒。但是马上就要结束你的假期了呢。没关系啊，下个假期还是会来的。晴朗如歌的风景，也看见你亮如星辰的看嘛，好浪漫啊！花飞看，花红，还是挺感动的。不要激动，杨老师。感受到你的心，牵你的手，我能感受到你的心。